可以急救。然后给踢楼梯，这点得千万注意。就从这儿要邦当掉下去，玩，白玩。这是最紧张的一点。这样二代好多需要这个跳不好，直接一个人废了。三代主要是武打为主，很少有是跳台阶啊。进这金字塔，这个。塔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东西，有点匪夷所思。忘了这几个，这边这人物都加强了，你看一套八，一套八卦掌，八了不死的。这点也千万注意，我千万不能让他碰着我。不要碰着我，不要碰着我，不然我还得贴近点，要不然他扔那个羊肉串签子。哎呀，没，哎呀呀呀呀，不能让他扔出羊肉串签子来，因为这是没有这个。立体的滑步就是变成平面了，这扔羊肉串签子没法躲。这块跳过去就没什么凶险的地方，就是起码不会整个人掉下去。呦呦呦，这个先当心别让它扒了过去。有个宝石的台座，和那个那大爷过来把那仨宝石搁下去，因为拿刀扎死，不能让他扔出羊肉串签子。大爷说三块宝石已经集齐了，这条明明写的是四，不是说不这不是三块宝石吗？一二三，你看，哎呦，什么欧库莱啥啥啥，结尾是说的什么？这个陈老爷子，这个我用这个日文念成亲桑，哎，扎着肚子，老大爷过来，把这钥匙塞到这门眼里，然后说，吸血，杀，然后一出来。搜了，这地
姐说，还是姐说 so 呢，什么什么，这好像日美版跟日版不太一样，美版这中间还插了一剧情，说好像是背后有什么秘密，还是说那个偷了宝石，这开门人会被诅咒啥啥啥。这日版没什么剧情，直接就跳到这个。一般是日版肯定是最完美的，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日版倒比美版少。你看那个《魂斗罗》，最完美的是日版，它那个背景是动态的。啊，不是，最完美的是日版，是那个雪那关后面是那个背景是动态的。这游戏是美版的那个。披着木乃伊。腾空二踢脚。也来一个。哎呦呦呦呦呦。哎要死。不行不行不行。拿小刀划的。哎呦呦呦呦。我最重要的人让他整成那样了。哎呦哎呦呦呦呦。哎呦我划死你。哎你小。哎呀。忍者他也能抓着是吧。哎呦。忍者一般不好抓。哎呦我去。忍者好像哭。哎呀。哎呦呦呦呦呦。换换换换。哎呦终于熬到这儿。先把这小铁爪给它使上，这最厉害，但是你千万小心。哎，换换，哎对着，哎对对对对，就这样挠的，知道吗？挠你！哎呦呦呦呦，我得小心点，要死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哎呦不行不行，哎呦小铁爪。手机边，这还够长。一脚一边，有钱啊，有钱！这让木乃伊整得够呛。哎呀！怎么着？哎呦喂！这美女蛇，看看应该小爪子还没用完。哎呦呦呦呦！过来过来！哎，你挠上，行挠上。哎呦呦呦！完成任务了。再拿旋风腿给它慢慢烤，其实还是那个八卦掌有狠度，看着咱这人危险。哎，快死了！哎呦呦！还没死，死了，通关了，这是后继，后继说，这直接就完了，完了，后面就说游戏流程有点短呀，说啊，得得得得，把这尾巴录上来，起码把这仨人照录完了。陈说回到了中国，这是庆什么？这是宫本武藏，武总，宫本武藏啥？然后说三块宝石的秘密，
公诸于世是什么啥啥啥。行，这就完了，那本期就做到这里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